当初就给他一年合同，不用他，你人家觉得庄神比他潜力大。朱豪这球还是断掉了，看反击，抛投，打中，漂亮，打板命中。林书豪现在因为直接打的都是自己往里杀的这种啊风格，所以自信心现在最近是非常好。嗯，现在是再叫暂停，39-36领先三分。哎，那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也是一起来欣赏一下昨日的十佳球。这球很悬啊，但是朱豪还是相当拼。不可能，朱豪还是需要等兰姆啊，包括这个阿尔杰弗森回来，他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。这个阵容呢，他打一个替补的二号位，其实很难做。好球，快反击速度，漂亮！好球。上半场一次，下半场一次。哎，两次快攻一条龙。差11分，抛投没有打中，84-73，两队11分的分差进到第四节。